等一下，还没有拿完呢，你拉一包，我也拉一包。尽管都已年过半百，搬搬又抬抬，一点也难不倒他们。力是练来的，啊，要练才有力，没有练就没有力了。就是哦，他丢给我，丢给他那个就传出去了，就比较容易了。会辛苦吗？刚才其实是不会啦，不会。为什么不会辛苦？我觉得很好玩。为什么呢？很享受一起做的感觉。多人做很开心这样嘛。环保站都是女将，力气不比男人大，但团结就是力量。每到出货的这一天，将成堆的回收物一个接一个送上回收车。人多力量大了，我觉得虽然全部是女生，可是因为都在一起干啊，一起抬就不会了，一定可以做得到了。其实我们不用说他是很辛苦啊，因为出货一定有他的重量哦。当然就是说，我们如果你重不做，那几乎都是你重，那要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完成呢？所以有怨就有力哦。有怨真的就有力，要做环保，爱地球。大爱新闻黄美惠，马来西亚综合报道。